天天饮食，天天都有美食，天天都有美食，是处处都有美食啊。就说起这面条吧，就很多种，比如四川担担面啊，这个到了上海阳春面啊，还有什么臊子面啊，还有什么热汤面，反正面条多了。今天呢，于世兴师傅给大家做一种改良版的，叫茄丁小锅面。这是用小砂锅来制作，选用口感筋道的手擀面，味道浓厚的茄丁与时令的小青菜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一道风味独特、吃法时尚的小锅面。在天气渐冷的晚秋，来上一锅热气腾腾的茄丁小锅面，一定是温馨而惬意呀。需要准备的主料有手擀面，辅料有茄丁、肉馅、木耳、鸡蛋、青菜、葱姜等。于师傅，嗯，陈老师，你不管怎么改良，反正离不开这面条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手擀面啊，手擀面，手擀面，手擀面就是比那个机器压的好吃，香是吧？哎，行，咱们第一步要先煮面，小锅面，咱们先拿了这么一小锅，先烧水，先烧水啊，这里要放水是吧？对，好，放开水吧，放开水，好，水要倒到八成满。因为我们要煮面汤要宽一点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边有点火了啊，好，多放点水是吧？哎，怎么样？行嘞，够吗？嗯，够了。好，我们这个面呀也不炝锅，也不用高汤，直接呢用白开水，清水，对，放进了两片葱姜。好，这倒清淡这个哈。嗯，等到这个水啊，嗯，因为我们刚才放的是这个。放的是热水，是开水，嗯，差不多有七八成热的时候呢，我们给它握紧一个鸡蛋。哦，打鸡蛋的时候呢，您别怕烫，离这要近一点。嗯，我们在握鸡蛋的时候啊，嗯，一定不要滚水，到这会儿呢，把这蛋清可以往一块包它，这鸡蛋就在这会儿啊，你把蛋清往一块包的时候，出来之后这个鸡蛋握得特别圆。哦，嗯，行了。这会儿我们拿这个中小火呢，先握着这个鸡蛋。嗯，这边也别闲着，这锅开了才能下面条啊。我们这会儿呢，先是哦，还有肉馅的事儿，准备一点肉馅儿。这是猪肉馅儿，用五花肉做的。嗯。嗯，好。直接用酱油。嗯。来调它。顺时针这么把酱油给它打进去。嗯。哦，直接就用酱油打这馅。对，直接用酱油打。嗯。到这会儿呢，放进一点葱姜。继续搅打。您看它打的呀，有点起粘性了。哦，嗯，我们给它少调一点味儿，少调味儿就是这肉打的这个程度啊，嗯，基本上咸味儿就够了，只加一点这个胡椒粉。胡椒粉，水开了，于师傅，哎，再把面条放进去，下进去，嗯，哎，这买的手擀面呀，嗯，里边呢淀粉多。这个手擀面呢，淀粉多，对，我们抖了抖了。啊，把面条下进去，嗯，放进去要稍微动一下，嗯，别让它粘了。对，嗯。之后，哎，嗯，放上鸡腿，来，你把筷子，哎，放上几片木耳，木耳，嗯，一个有营养，另外这个颜色上发生点变化，对啊，有白有黑，啊，黑白分明，是吧？常人看着这锅啊，哎，我别让它淤锅了，别不但不淤锅，还不能让它粘了。嗯嗯，调上点胡椒粉。这天凉了呀，大家就喜欢吃一点汤汤水水的，热乎的，温乎的啊，这饮食是吧，嗯？我们给这个馅儿里边还要少加一点香油。哎，加完香油，您看给它搅打成上粘劲儿了。嗯，我们做平常茄子馅儿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它水给挤挤，为什么呀？就怕待会儿的有盐了，出汤了，对，做什么都不好做了。对，但是做这小锅面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挤水，不要挤的茄子水，对，茄子汁儿得带着，是吧？对，直接切完了，啊，你把它拌在这肉馅里头。啊，第一呢，它需要水分，嗯。第二呢，要这茄子味儿，对啊，不然这道美食就没有特点了。
秋天的茄子味道浓郁，口感细腻，与肉末搭配在一起，味道是更加鲜香。我们今天在制作这个茄丁肉馅的时候，茄丁一定不要挤出水分，保持它原有的口感。肉馅当中放入酱油、葱姜末，搅打出粘性之后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、香油和茄丁，这样做出来的茄丁丸子鲜嫩多汁儿啊。好嘞，我们这面条呢，只要一浮起来，一飘起来，就差不多现在接近成熟了。而且你看，咕嘟咕嘟小开了。啊，我这肉馅我就真没明白，您这馅儿最后怎么放在里边？给汆里边。汆在里边。啊。像丸子似的。对。现在等于是微微的要开了，我们把这个刚才搅的这肉馅给它汆进来。哦，它能成团吗？成团。哦。成团不成团，主要是打的时候一定要打成粘性。哦，这会儿啊，我觉得就是放进去先不要动了，是吧？啊，对。这会儿不要动，这会儿你一动它就可能就碎了。嗯。因为您看啊，这里边就是这个肉馅儿。肉馅儿、也没有任何说这个，就像类似于淀粉。淀粉之类的没有，没有。然后就茄丁儿。嗯。就打这个粘劲儿，就靠着肉馅儿自己啊、打出来的粘劲儿，所以放进去以后先别动。行，哎，上面放这么几个啊。您看这个丸子穿进去之后一变颜色，就熟了。青菜就可以往里放、对，家里几颗青菜。这是菠菜。不是，这我豆尖儿。豆尖儿啊、如果没豆尖儿，放菠菜也挺好。对，放什么青菜都可以。哎，放点青菜，一个营养，再有一个色泽有变化，行了，吃起来口感有变化。关火，他倒是。关火，好，好。这个砂锅啊，就这样。就是说您即便关了火，它还要自己的余热啊，因为它这个热很不能很快散去，还有余热还要开一会儿。行嘞，来我蹲下来。这也是砂锅的特点。好，小锅面就煮好了。这道汤鲜味美、清淡爽口的茄丁小锅面就闪亮登上您家的餐桌了，怎么样？制作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方法。第一，砂锅之中倒入热水，放两片葱姜，水达到七八成热的时候，握进一个鸡蛋，锅开之后放入手擀面、木耳。第二，肉馅当中倒入酱油调味，撒少许的葱姜末，搅打出粘性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和香油，倒入茄丁，搅拌均匀。第三，开锅之后将茄丁馅做成丸子，汆在砂锅当中。当丸子成熟以后，放入小青菜，即可关火端上餐桌。好了，这个茄丁小锅面就做好了，煮好了 啊。当然，您放在锅里叫小锅面，您放在碗里可以叫茄丁小碗面啊，放在盘里，放不了盘里，放不了盘里有汤。哎，用这种方法，其实啊，您可以做面条，也可以做面片啊，面片啊，面疙瘩啊，都可以啊。希望您尽情的发挥自己想象和创作的空间，把您的体会通过微博也告诉我们。天天饮食，明天再见。再见。